车的时候，开得忙的时候，你再碰到那个乘客，我们叫模拟那个状况，他一上车，前往那个叫做所谓的票筒里面一丢哈，对，他给你要刮吸干，哦，他是很大力这样，他就是用摔的那个动作，对呀，而且你把椅子一直抓着的，然后他就指着，你们前面的挡风玻璃方向，就是你哥。然后我马上就把手刹车拉起来了，车子排空档了。来，往里开，我看你开。真的脾气啊，真的怒了。哎，被记录乘客吗？你在被记录过？我就告诉他，我不是计程车司机，这个叫做公车。对啊，你赶时间不应该上我的车。所以其他的乘客都在旁边，公车没有在赶时间。那大家就要看这个司机跟神经病一样发疯，然后乘客也在发疯，然后两个就站在那边。我现在没事了吗？你要下车坐计程车，还是要去找个位置坐？嗯，然后我就开始沿路叫做二三十慢慢开。柱哥都是人家先对他无语，真的，对，他在将心比心，先对我们这些大哥们体谅一点。